老婆，我回来了。今天发工资了吧？发了多少？12000。全部给我。我这刚回到家，水都没喝上一口，口袋的还没捂热呢。你这么着急干嘛？少废话，给我，快点。那这400啊，是你这个月的生活费。老婆，这个月我兄弟要结婚，我要随礼，这400哪够啊？就是因为你要随礼啊，我才给你的400，不然啊，只有200。老婆，你什么你？你要不要？不要还给我。我要。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做饭去，我出去一趟。妈，您怎么来了？我从老家带了点土鸡蛋，娇娇爱吃。妈，先进来吧。妈，您来了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我开车去接你啊。没事的，妈知道怎么坐车。妈，娇娇没在家，我这儿呢有几百块钱，你拿回去给爸买些好吃的。儿子，你上班累不累啊？妈，我不累，都怪儿子没本事，没能让你和爸过上好日子。我没娇娇挣的那么多，我也不敢跟他多要。儿子，没事的，只要你和娇娇过得好啊，妈比什么都高兴。妈，您怎么来了？娇娇回来了，刚才出去啊，给您和爸买了些衣服和营养品。娇娇，你有心了，快过来坐。妈，这段时间不是忙吗？我和六子都没空回去陪陪您，我想着呀，等六子忙完了，我们就回去看您的。谢谢你啊，娇娇。哎呀妈，跟我们还说什么谢谢啊，这都是我们作为子女应该做的。娇娇啊，以后不要在妈身上乱花钱了，你们赚个钱不容易。妈，您辛辛苦苦的把六子拉扯这么大，还给了我们一个温暖的家，应该是我们感谢您才对呀。哦对了，我这里呀，有10000块钱，您拿着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娇娇啊，这个钱妈可不能要，以后你们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。妈，这钱您就拿着，以后啊，我会和六子好好孝顺您和爸的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呢。之所以我会管六子管那么严，就是因为他一发工资就想着跟他的狐朋狗友出去吃喝玩乐，一遇到事儿啊，人就找不到，您说他交这些朋友有什么用啊。老婆说的对，管得好。我们家能娶到你这么好的儿媳妇，真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分呐。妈，您说什么呢？咱们都是一家人，百善孝为先，天大地大，父母的恩情最大。妈，难得您来一趟，一会儿啊，我去做几个特色菜给您尝尝。好。